月圆之夜，紫禁之殿，一剑西来，天外飞仙。如果我战败，请收下我的剑。我的剑就是你的剑。倘若我战败，也请收下我的剑。我的剑便是你的剑。从此剑不离身。剑不离身。Thank you.
剑之巅，名剑陨落。叶孤城战败之后，南王世子的篡位阴谋也宣告破产。南王世子、大内王族馆一干人等皆遭严办。与此同时，叶孤城的府邸白云山庄却在官府抄家之前发生了一场离奇的大火。起火的原因谁也说不清楚，而随着火势的熄灭，宫闱中的叛乱也渐渐平息下来。但是由此引起的江湖纷争却刚刚开始。可逃了，把玉佩交出来。玉佩就在我手里，只要你把巴山剑派的掌门玉佩交出来，我们不会为难你。好，玉佩我可以给你，但你要先赢了我手中这把剑。赵林头，海嘴硬，上！这西门吹雪，我就知道你找我来绝不是请客吃饭那么简单。陆小凤，这次我找你来是想让你找一个人。找谁？柳成风。杨柳如烟，一剑成风，若不是那巴山剑派的柳成风。正是。你为什么要找他？他怎么会值得你西门吹雪去找？因为他是我的小舅子。小舅子？你还有小舅子？既然有老婆，就不能有小舅子吗？三个月前，柳成风来找过我。他说他要到西北一个叫黄石镇的地方去办一件重要的事情。他走之前把这个玉佩留了下来。他说如果到了重阳节他还没有回来的话，就把这件东西打开来看。这是巴山剑派掌门人的玉佩，按理说应该在现任掌门人邱鼎峰的手里。既然这块玉佩是掌门人的信物，那怎么又会在柳成峰的身上？他把这块玉佩留下来到底是什么用意？黄石小镇闻所未闻，柳成峰为什么会去那儿？而且一去不返，重阳节未归。难道他在黄石镇上出了什么意外？可是以他的剑法，我相信江湖上能为难柳成风的人并不多。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还有什么？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找他？我只能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准备去巴山剑派询问柳成风的事情，而黄石镇那边的状况我也非常担心，所以我就想请你帮我走一趟。
哦，难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么简单的事，又没有我无所谓吧？好，陆小凤，我承认，论剑法，在江湖上我自认没有对手。但说到办案，我的确没有你在行。况且，你又是我最信任的人。过奖了。既然西门吹雪送了我这么一顶高帽子，我怎么好拒绝呢？不就是个黄石小镇吗？我走一趟。大爷，大爷，大爷，快点给我吧！给点吃的吧！我今天被吃东西了，快给点吃的吧，大爷！给点吃的吧，求求你，大爷，求大爷，给点吃的吧，大爷！求求你，求求你，我们都饿了，求求你了，大爷，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大爷！镇上最好的客栈在哪儿？镇上只有一家客栈。就是这里了。大眼客栈。连客栈的名字都这么怪。要见最好的客房，哎呦，当然有了，上房都是留给你这样的贵客的。那就多谢老板娘了。哎呀，远方来客何用道谢呀，来请。看什么看？老板娘，你看我。好啊，那今晚我等着你。哎呀，好哎。王八蛋，看老娘今晚不扒了你的皮。贫，跟老娘贫。客官，走啊！啊，客官请。好。这就是上房。啊，边陲小镇啊，自然比不上繁华都市。若在这黄石镇上，便是一等一的上房了。多少钱？50两。50两？莫非老板娘看我远道而来，欺生吗？小店金字招牌，公平待客，无论远近，童叟无欺。这黄石镇上只有2种人，一种是财迷，一种是犯人。我呀，就是第一种人。这下我知道别的住客为什么要赌钱了。不赌钱，
他们哪儿付得起这么贵的店钱呀？你实在是太聪明了，要是都像你这么有钱的客人来啊，那就好了。不知客官是属于我说的哪一种人？我哪一种人都不是。莫非公子的相好跑了，你来到这黄石镇上找相好的？我呢，是来这儿找一个叫柳成风的人要债的，你可曾见过他？我家店里是住着一位姓柳的公子。那就烦劳老板娘带我去见他。没问题。当家的，当家的，有事吗？当家的带着这位客官去见柳公子。哦。柳公子就在里面，他就住这里。对，他就在前面那间屋。难道柳公子已经死了？是啊。这里住死人，客栈才是活人住的地方。这样我们店里的房子就都不浪费了。这回你知道为什么收那么贵的房钱了吧？我们的房钱里面就有收尸买棺材的钱呢。难道说你家的客人都会死吗？对，不会。都是些短命鬼。不是被强盗砍了，就是被飞贼杀了，要不就是得怪病死了。反正我老婆说了，开棺材铺是不会赔本的。那柳公子呢？他是住在13号房。老板，柳公子是什么时候死的？他有没有留下什么遗物？哎，你怎么一下子就有那么多问题啊？我的老毛病又犯了。哎，我问你，这个尸体运来几天了？大概7天吧。是谁发现尸体的？小叫花呀。是经常偷东西的小叫花？对啊，你认识他？嗯。那他有什么遗物没有？有，但是被一个人给拿走了。谁拿走的？他说是柳公子的朋友。最后一个问题，这个尸体运来的时候是不是伤口还插着一把刀？你怎么知道？刀在哪儿？刀啊，哎，我顺手把它放起来了。嗯，带我去看。那刀搁在箱子里面了。怎么了？刀没了，我明明放在这个箱子里了。那除了你还有谁知道刀在这个箱子里？我女人。就是那把刀。我对老女人没兴趣。你在这里干什么？啊！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明目张胆的小贼，你难道就不怕我？我不怕你，因为我知道你叫陆小凤，而且我还知道陆小凤跟我们丐帮是好朋友。你是丐帮弟子？嗯，丐帮第23代弟子，拜见陆大侠。哎，好了好了好了，你是哪一堂哪一舵的？玄龟堂，长江第27舵，王老爷子属下，3年前被派到这里。你怎么会被派到这里？啊，无论哪一门哪一派，都有几个倒霉的。哎，既然大家都是自己人，那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哎，陆大侠何必那么客气？柳成风的尸体是你发现的？是我发现的，那是在7天前的一个晚上。你敢肯定那个黑影是个女人？我虽然不像陆大侠那么了解女人，但还是能够认得出来的。公子睡了吗？哦，哟，你的好事来了。哎，老板娘，我可没让你进屋啊。哎呦，但是我知道你心里早就说了几遍了，让我进来，并且我知道你现在最想的就是找人喝酒。我没说错吧？来，老板娘的眼睛果然很毒啊！做我们这个买卖的，眼睛不机灵着点儿怎么能行啊？干杯！你不光眼睛机灵，算盘也打得精，生意都做到死人身上了。在我们这个连饭都吃不饱的黄石镇。只做活人的生意，哪还能拿出水酒招待公子呢？只可惜欠我债的人死了，不然一定多给老板娘一些垫钱。哎，人生生死死本来就是平常事，不过有公子这句话就足够了。老板娘，时辰已经不早了，难道老板就不担心吗？公子放心，他去沙大户家送酒了。沙大户？哎呦，你来黄石镇怎么能不知道沙大户？沙大户是镇上第一大富户，所有的人都想巴结他。当初他们沙家在黄石镇上也是穷得叮当响，但是不知怎么就突然发达了，在镇上盖起了最大的庄院，他还交接了一帮江湖高手替他看家护院呢。哦，你那个朋友每天一大早就骑马出去，直到太阳下山才回来。沙大户啊，曾经派人请他到府上喝过几次酒，可没过两天他就死了。没准他的死啊跟沙大户有关系。亏你这么关心他。我对外面来的有钱而又英俊的男人总是很关心的。老板娘，您真的喝多了？我没醉，我没醉。陆小凤，既然都来了，为什么不进来？我们等你好长时间了。来来来来来，喝啊！
小凤，今天晚上有你这样的贵客迎门，没想到小小的黄石镇最近来了这么多的江湖高人，难得难得呀，上茶。你认识我？江湖上有名的陆小凤谁不认识啊？看来名气太大也不是件好事。不知道大名鼎鼎的陆小凤光临寒舍有何指教？我只是想问问你是否见过这把刀。不认识。真的不认识？我偏居一隅，自然没有陆小凤见多识广，你都不认识，我怎么会认识呢？好吧，那我就不打扰了，告辞。哎，江湖上传说陆小凤好酒量，今日到访何不喝几杯再走？我还有要事在身，这酒就免了吧。啊，虽然在下在江湖上没什么名头，但是这沙府也不是你陆小凤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阁下是谁？莫非是在等我？金七两，你到黄石镇来干什么？我来的目的跟你一样，也是因为柳成风。哪里说话安全？我也不知道。看来先回客栈吧。你怎么知道柳成风的死讯？半个月前，我接到一封柳成风的信，他请我来黄石镇，说有要事相求。就在我来黄石镇的前一天晚上，柳成风已经死了。那就是说你已经在镇上调查过？是。有什么线索？能杀柳成风的人武功一定很高，我调查过整个黄石镇的人，除了沙大户的那些高手。对。所以你就易容改装，假冒江湖侠士，假意去投靠沙大户，其实你暗中调查他的手下高手。你说的不错。那么柳成风的遗物应该也在你手里？我想了很久，也搞不清柳成风在跟我们打什么哑谜。你在沙大户家有什么收获没有？其实那些人根本就不是什么高手，都是在中原下九流的人物，混不下去跑到这儿来混吃混喝的。沙大户只是一个暴发户，自然被这些江湖混混给骗了，他们所有的人都抵不上柳成风一剑。你有什么线索？我检查过柳成风的尸体，他的伤口吸引了我。伤口只有一寸三分左右，所以凶器只可能是一把刀从迎面刺入。如果用斩的话，伤口就会拖长，所以我敢断定，杀害柳成风的那把刀就是这把。这把刀怎么会在你的手上？因为一个女人也想用这把刀要了我的命，可是她没成功。女人？刀伤是在第六根和第七根肋骨之间，这两根肋骨距离很近，所以一刀刺进去，刀锋就很难拔出来。凶手在柳成风一时大意之间就把他刺杀致死，这时凶手就遇见了小叫花，所以没时间拔刀。所以我断定这把刀一定是这家客栈的老板拔出来的。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凶手的线索还有柳成风的剑法和轻功虽然比不上西门吹雪，但是如果说他会被人迎面一击毙命的话，就算砍了我的头我也不会信，所以这个人一定是柳成风的熟人。我调查过，柳成风到黄石镇之后出手大方，跟很多人都成了朋友。我想柳成风的死与女人有关。女人？没错，偷袭我的人是个女人。小叫花也说她看见临死之前的柳成风也是跟一个女人在一起。我想你应该去找找宫素素，
谁？宫素素。她不是黄石镇的人，是个被贬的王妃。你调查过这个人？我去调查过，没有什么线索。不过我知道陆小凤对付女人办法很多。请问阁下，为何硬闯巴山剑派的山门？在下西门吹雪，有事要问邱掌门。请问邱掌门可认识这块玉佩？这正是本派的掌门玉佩，我已经丢失很长时间了。本派的掌门玉佩怎么到了西门大侠的手里？是柳成风去黄石镇之前留下来的。哼，好个巴山剑派的叛徒，我早就该猜到玉佩是柳成风偷的。一年前他自称去京城办事，后来就杳无音信。哼，原来他是偷了掌门的玉佩畏罪潜逃啊。不知西门大侠下一步的打算是？我要去一趟黄石镇，不知邱掌门有没有兴趣跟我同行？这是我们巴山剑派门户内部的事情，就不烦劳西门大侠插手了。我能去哪里，不能去哪里，有必要向邱掌门请示吗？在下没有冒犯西门大侠的意思，如果西门大侠非要去，那老夫就陪同西门大侠一同前往便是了，顺便把那不孝弟子抓回来。想要点什么呢？先来一壶上好的毛尖，再来几个馒头，配上几个精致的小菜。行嘞，您稍等啊，一壶毛尖。邱掌门是用剑的行家，我有一把剑，请问邱掌门可否认得？好剑，好剑呐！邱掌门可否知道，这是谁的佩剑？在下也算是使剑高手，但是这把宝剑从来没见过。难道邱掌门连你师兄叶孤城的佩剑也不认得吗？难怪刚才看着这么眼熟啊，原来是他的佩剑。叶孤城是师门败类，自从他被师父逐出师门之后，
我们之间很少来往，所以记得不是太清了。原来如此。二位客官，请喝茶。这可是上好的毛尖啊，二位请慢用，慢用啊。好香的毛尖。我听说邱掌门是品茗行家，不知道邱掌门对这家小店的毛尖如何评价。在这荒郊小店能有这样的毛尖也不容易了。毛尖乃是信阳和洞庭两地的毛尖为最佳呀。你笑什么？江湖上传言，西门大侠从来不苟言笑，看来江湖传言也不可信。哈哈哈哈，他是笑你好笨，这么容易就上当了，这根本就不是毛尖，你根本就是假的邱定峰。你怎么知道我是假的？我到巴山剑派刚刚见到你的时候，我也没看出什么破绽。或许你不知道，柳成峰是我的小舅子，我通过他也知道了很多邱鼎峰的生活细节。邱鼎峰是左撇子，他把这个细节告诉了你，你也记得很清楚。但有一点你没有注意到的，就是你的剑挂在你的左手边。我爱剑如命，自然对剑观察得非常仔细。等我看出破绽之后，便邀你一同上路，并让我这位朋友在这里等候我。在这里，你的破绽就露得更多了。邱鼎峰怎么可以不认识叶孤城的剑呢？邱鼎峰是个品茗高手，你竟然分辨不出毛尖儿，哼，可笑。请问公主可是宫素素？我是，请问你是？在下陆小凤。四条眉毛的陆小凤来这里干什么？公主居然也认识在下，我请你帮我认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公主认不认识这把刀？这是我的刀。这把刀是有1000年历史的波斯古刀，市价5000两银子，但是在一个月之前被人偷走了。这么贵的刀，难道你不追查？区区5000两，不算什么。可它是杀人的凶器，就不是区区5000两的事。这把刀杀了什么人吗？这把刀不但杀了人，还杀了我的好朋友，巴山剑派的柳成峰。哦。难道就不怕别人怀疑你是凶手吗？怕有什么用？你查到证据，尽管来抓我。你那么富有，为什么要住在这里？如果让你谪居，你会不会选择自己的故乡？而且我觉得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不好的。说的也是。这里就好像世外桃源一样，连一只蚊子都没有。昨天晚上有成群的蚊子闹得我睡不着。啊，你这里好像一只都没有啊。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想知道的事，你想干什么？陆小凤，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不要紧张，我就是想看看你。
莫非这只绣花鞋是那个杀人凶手留下的？可能吧。这么大的鞋，你肯定是女人的吗？刚才实在是查案心切，有什么得罪请见谅。现在你可以走了吧。好，刚才从公主身上划过了这个粉盒，现在还给你。公主，那在下告辞了。怎么样，从那个女人身上知道了些什么？我知道了，那把刀真的是她的，可她不是凶手。还有呢？还有什么？我知道陆小凤和女人不会那么简单。我掀起了她的裙子，但是我发现她不是袭击我的那个人。这就是你带回的线索？我倒是打听出来一个秘密。什么秘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黄石镇人人都穷得要死，沙大户却富得出奇？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反正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其实就是和天上掉下来的没什么区别。在黄石镇的西边，曾经发现过一个巨大的金矿，但是十年前的一场大风暴，让金矿消失得无影无踪，再也没有人找到过那座金矿。你是说沙大户的财富是金矿带给他的？你说柳成风带来的那个小厮男会不会和金矿有关？你又来干什么？我向公主道歉，当日轻薄之过。用不着你道歉，你可以走了。其实我今天来是有一事相求。我就知道你来找我另有目的。不知公主有没有火折子？火折子？没错，听说沙漠的西边有一座金矿，我在我朋友遗物里面找到了一些金矿的线索，所以我想去金矿看看，但是身上又没有火折子，所以我来是想向公主借。我还以为有什么大事。好吧，我借给你。那谢谢公主。
果还活着，你当然活着。我怎么会在这里？你这个人命可真大，连马都死了，你居然还活着。幸好有一支商队路过，才把你救下来。恰好，我这里又是最近的人家，所以他们就把你放到我这里了。如果你老是这么喜欢管闲事，你有100条命也不够丢。但是我这个爱管闲事的脾气好像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怎么改也改不掉。你以后恐怕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多谢公主相救。你不要谢我，又不是我救的你。但如果不是公主收留我，我还是难免一死。看来公主不是一个无情的人。你不要夸我，只要你不借着探案之名欺负我就好了。我一直以为你是冷冰冰的。其实每次来到你这个花园，我都会产生错觉。你这里离黄石镇这么近，但跟黄石镇却像两个世界，环境甚至气味都不一样。其实没有什么不同的。是吗？纵然是景色如画，但是你又怎么明白一个折贬王妃的心呢？我想我该走了。你还要查下去吗？嗯，其实生死有这么重要，一定要弄明白吗？就像我现在活着跟死有什么差别吗？公主何必这么伤感，生死虽然有命，可是我绝不能让我的朋友死得不明不白。当家的，你这看什么呢？呸！亏你还记得我是当家的。这些天我忍气吞声的，可受够了。哎呦，看你小心眼儿。人家这么做，可全是为了你呀。嗯，嘿嘿嘿，我知道。着急，马上就到了。哎呦，这究竟是个什么破地方啊！我告诉过你，不该把咱闺女嫁到这么个破地方来呀。快到了。哎，走开。哎，老头子，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没事没事，快到了，快到了。哎呀，走开走开，救命啊，走开呀、啊、哎呀，你们干什么呀？哎呀，你们干什么？哎，走开呀、啊、哎呀，这这这，哎呦，走开呀、啊、哎呀，什么人啊？哎，怎么样，没摔着吧？啊，哎呦，哎呦，你看那是个客栈。哎呀，咱们先歇会儿啊。歇息歇息。哎，你听我说，哎呦，二老是从远道来的吧？肯定累坏了。小店有上房，专门招待远方来的客人。你们二位啊，年纪大了，这两间啊是仅剩的两间上房。听说这小镇就这一家客栈是吗？仅此一家，别无分号。赶紧歇歇，赶紧歇歇。啊，其他的客官跟我走，房间有的是，保证你们每个人啊都满意。来来来，
这边请。哎呦，来来来，请您二老看看，还满意吧？哎呦，满意满意。哎呦，累死我了。哎呦，老头子起来，给我捶捶背呀。哎呦。哎，老太婆，啊，感觉怎么样啊？嗯，再往下点儿。啊，哎哎，哎呦，对，就是这儿，使劲儿，再使点劲儿。我在四处找你，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你找我做什么？今晚过节，我想和你一起喝酒。过什么节？鬼节。鬼节？你一定奇怪，你好朋友的棺材去哪儿了，对不对？我们当家的把他送到西关下葬了。今天是黄石镇的鬼节，按照我们黄石镇的习俗，死人都要下葬，我们活人呢就是要给死人烧纸钱，否则就会不吉利。这个风俗我还真没听说过。这个风俗只有我们黄石镇才有，你当然不知道了。不过今晚说什么也是一个节，难道你真的不陪我喝几杯吗？我可替柳公子烧了不少的纸钱。这个节很特殊，恐怕只适合一个人喝酒。
然已经来了，干嘛要躲躲藏藏的？公主心中似乎有很多心事。你看到我的面容，你难道不感到吃惊吗？哼，怎么会呢？公主，想让我看什么？我是说，我脸上的刺佩。其实公主的事，我也知道一些。不知道你想不想听我的故事？如果公主想说的话，在下洗耳恭听。我18岁时，便进了王府做王妃。进王府之前，从未见过我未来的丈夫是什么样子。当时正是青春年少，根本不懂得感情为何物，一切由父母做主。就这样模模糊糊地嫁入了王府，怎料到嫁给王爷之后才发现，一切都非我想象那般简单。一入豪门深似海，王爷的王妃无数，刚刚嫁入王府，王爷对我也算是体贴备至。虽然王爷老迈，但也不是那么寂寞。可是日子久了，王爷来的越来越少，我每天一个人独守空房。陆小凤，你能明白这种感觉吗？我想我明白。我听说陆小凤的酒量很好，难道你不陪我喝几杯？我每天只有在花园种花，来排解心中的寂寥之情。一个花匠陪着我。怪不得你的花园有这么多的花。但是仅仅种花也罢了，我却难耐寂寞。莫非你和那个花匠？我觉得他是最关心最了解我的人，跟王爷比起来要好上上千倍。虽然我背着王爷和他发生了苟且之事，但那段时光是我最快乐的时候。但是好景不长，2年前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王爷闯了进来，发现了我们。我哀求王爷把我们两个人一起赶出王府，放我们一条生路。可是王爷没有理睬我的哀求，王爷把他杀了。他死后，王爷却不杀我。我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意义了。王爷说他不杀我，他要让我活着，让我一辈子这么孤独地活着。他在我脸上刺了佩，找了不会生养的罪名，把我赶出了王府，把我发配到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自从花匠死后，我的心已经死了，到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没想到公主还有这么心酸的往事。事情经过就是这样的。难道你不愿意陪我喝酒吗？你就陪我喝几杯吧。公主已经喝多了。你朋友的死因查清楚了吗？
很快就要查清楚了。那你不是要马上离开黄石镇了？我当然不可能一辈子住在黄石镇里，但是我离开的时候便是真相大白的时候。除非……除非什么？除非我死了。你值得吗？值得吗？很多人都知道我陆小凤是一个为了管闲事连命都不要的人，更何况我在沙漠里已经死过一回了。你要离开黄石镇了，你舍得我吗？公子，今晚这么晚才回来，该不会去找什么相好的了吧？我在这荒郊野镇会有什么相好的？准备好了吧？我们该走了。走。金七两，别装蒜了，把那东西摘了吧。陆小凤，你怎么知道是我？天下除了你之外，难道还会有第二个人会用五棱金镖吗？听说你从大漠回来，在沙漠里找到什么线索了？线索找到了不少，可是也差点丧命于大漠。陆小凤，咱们这么熟，你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吗？你的真实身份？陆小凤，你认识这个吗？大内侍卫的御赐腰牌。我和柳成风表面上虽然只是江湖人士，实际上我们的真实身份是大内密探。原来我和你还真的不太熟。一年多来，我和柳成风一直在调查一桩案子。什么案子？你还记得一年前紫禁之巅的决战吗？当然记得。南王世子的阴谋失败以后，南王、南王世子、王总管均被赐死，与之有关的人等一一被诛杀，南王府也被满门抄斩。可是我们调查发现，王总管其实一直在贪污国库，数额巨大的一万两黄金不知去向，南王府的财宝与叶孤城家的绝世收藏也不见踪影，这三笔财宝可能已经汇集一处。看来这笔财富应该富可敌国吧。由于事关重大，皇帝一直没有声张，而是派大内密探暗中查访。我和柳成风一直在调查此案。前些日子，柳成风给我写了一封书信，说黄石镇有线索。但是当我来到黄石镇的时候，他已经惨遭不测。我调查发现，这笔宝藏已经汇集在一个地方，为的是他们一旦阴谋败露之后，还可以带着这批财宝退守西域，以求卷土重来。而黄石镇是退守西域的必经之路，所以我认为宝藏一定会是在这里的某个地方。而沙大户的哥哥也是个太监，和宫里的王总管私交甚密，所以我认为沙大户和此事有关联，所以我潜入沙大户的家里，就是为了调查此事，还有就是柳成风的死因。不过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沙大户到了现在还是按兵不动呢？因为沙大户他到现在还不知道藏宝的地方在哪儿。不会吧？因为柳成风掌握了一件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他就会死。那会是什么东西？我猜应该是藏宝图一类的东西吧。那么这个藏宝图是不是还没有落到沙大户的手里呢？没错，我想应该还在柳成风的身上，可惜他的尸体不见了。我去过西关的坟地，他根本不在那里。这不要紧，我知道柳成风的尸体在哪里。这不是宫素素的西关花园吗？小凤不愧就是陆小凤，你果然聪明。只可惜我再聪明还是上了你们的当。就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陆小凤你今天竟栽在我们几个手里。现在知道的太晚了，江湖上很快就会传开陆小凤已经死了。哈哈哈哈，这回绝对没错，咱们出发吧。啊，你急什么？毛毛躁躁，好好的准备准备，以备不时之需。
么时候才能找到宝藏啊？你要是再乱叫，我就把你扔到沙漠里，让你活活的渴死。哎呀，这地图上显示的地点到底还有多远呢？哎呀，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这应该就是宝藏的入口了。哦，让我进去。等等，你干嘛嘛？里面就是宝库。想死你就进去，这里面都是机关。哎呀，你烦不烦呢？那你说该怎么办啊？大家跟我来。小心呢。这边，走到这儿还进不了宝库，这肯定是有原因的。你急什么？哎，你们快看，那边好像有一个类似白云的标记。啊！难道打开这道门还需要一把钥匙？怎么这个图案看着如此眼熟啊？断然还有一把钥匙。难道这把钥匙还在陆小凤的手里？万一陆小凤也不知道钥匙的事呢？陆小凤可比你们想象的要聪明得多。说的没错。是人是鬼？我明明摸他已经断气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从哪儿来的？一位朋友送的。
胡说！你以为我不知道？这明明是叶孤城的宝剑。难道你不知道叶孤城已经把宝剑送人了？我知道，但他恰恰没有送给你。那他送给谁了？他送给了西门吹雪。你是叶孤城什么人？你只是黄石镇上的旅店老板，你怎么会认得叶孤城的宝剑？你难道就是？没错，他就是西门吹雪。是你们？对，就是我们。你是谁？啊，连我你都不认识了，难怪你会输。我就是司空摘星。我的拿手绝活恰好就是易容术。怎么会是这样？王大爷，哦对了，应该叫邱掌门才对。你根本就不是什么黄石镇大眼客栈的掌柜，你是巴山剑派的掌门人一剑之秋邱鼎峰。我就是邱鼎峰。你是不是想知道我到底是怎么知道你是邱鼎峰的？我确实想知道。每个人都有好奇之心，我也不例外。其实知道你是邱鼎峰并不难，你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柳成峰竟然是西门吹雪的小舅子，你更不会想到柳成峰在去黄石镇之前竟然会把掌门玉佩交给西门吹雪保管。当西门吹雪找我追查柳成峰下落的时候，我第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巴山剑派掌门玉佩会在他的身上。想知道这个谜底必须要去找你，所以我跟西门吹雪决定分头行动。后来我们才知道，柳成峰留下这个玉佩是有用意的。他把矛头直接指向你，他来黄石镇之前就知道此行凶多吉少。我想他当时一定是念及师徒情分，才没有直接说出你的秘密。他一直想劝你回头，但他也知道就是自己失败了，也绝不能让你逍遥法外。当西门吹雪到了巴山的时候，果然发现那个邱鼎峰是假的。那个替身天衣无缝，他怎么会发现的？这很简单，你是个左撇子，但那个假邱鼎峰却把剑放在左手边，说明他是右手使剑。哎，西门吹雪发现了假邱鼎峰之后，在第一时间就通知了我。第一时间？这不还多亏了我的宝贝，就是我从小养大的神隼，他负责给陆小凤和西门吹雪之间传递信息。那么我就可以肯定你一定化妆在黄石镇，无论你化妆成驼子王大眼的步伐多么沉重，但是我依然能够看出在整个黄石镇你的武功最高。司空摘星来了之后，我让他仔细检查过你的房间，果然他在那儿发现了上好的茶叶和茶具，这样我就可以断定驼子王大眼就是你邱鼎峰。当我到了黄石镇，我发现这个镇子绝不是一个假邱鼎峰那么简单。首先是柳成峰死了，我便开始追查凶手。我发现了一个疑点，就是任何一个来到黄石镇的人都特别的仗义。所以我想他一定会化妆成乞丐才最保险。但是你们所有人都说他住在客栈，还跟你们一起喝酒，我就知道你们是在骗我。后来我还在矿洞里找到了他化妆成乞丐的证据。我第一个怀疑的就是老板娘，因为我刚来黄石镇的时候有一个女人偷袭我，结果
我脱了他的一只鞋。所以一开始我去追查女人，首先我怀疑的是老板娘，但她不是。可金七良又把我引向了宫素素，可她还不是。线索在宫素素那里断了，我知道，是你们故意在给我制造谜团。我就是想看看你的脚。后来我想到老板娘是个大漠的女人，怎么会裹小脚？其实偷袭我的人就是她，她用缩骨功把自己的脚缩小，反而是欲盖弥彰。我第二个怀疑的人是宫素素，因为我第一次验柳成风尸体的时候发现了一些白色粉末。当我在试宫素素脚的时候，从她身上掉落一个粉盒，开始我还以为是胭脂水粉，但是我无意中发现粉盒中的白色粉末和柳成风身上的白色粉末一模一样。我又开始怀疑宫素素。柳成风死了之后，尸体很长时间都不腐烂，蚊虫连他的尸体都不靠近。黄石镇的蚊虫那么多，但在宫素素的花园里一只蚊虫都见不到。我发现柳成风的遗物里有一盒蝎毒粉，我知道巴山剑派有服用蝎毒粉的习惯，所以我想宫素素一定也和巴山剑派有渊源，跟柳成风的死也有关系。我的好朋友金七两就更加阴险，他利用思南将我引向大漠，然后让老板娘在我水里下毒，要置我于死地。但是他万万没想到宫素素告诉他我知道宝藏的线索，所以他又让宫素素救了我。我一直想不通的就是，你怎么知道柳成风的死就跟宝藏有关？其实这件事我来黄石镇之前就知道了，当我看到柳成风留下的破绢锦的时候，就觉得其中好像有秘密。其实我是带着地图来到黄石镇的，所以在我发现宫素素有问题之后，我就暗示他我知道宝藏的线索，这样你们肯定就不舍得让我死了。但是我还是不清楚宝藏真正的秘密，我就再去找宫素素，告诉他我知道有关宝藏的秘密，钓金七两上钩。我要用一张真的地图引出另外两张地图，所以我让西门吹雪易容成我的模样前去会金七两。金七良果然想要杀我得到藏宝图，所以在破庙里面他说的话基本上都是关于宝藏的真相，再联系到我想到的，我这才知道了关于宝藏的所有秘密。当然金七良还是说了一些假话，比如他说沙大户得到的是王总管那份地图，其实他是个大内高手，当年他就秘密地成为了王总管的心腹，拥有王总管那份地图的人就是他。七两，如今事情已经败露，我恐怕要大祸临头啊。这是一份藏宝图，它有一个巨大的宝藏的秘密，你只要得到其他两份就可以找到宝藏，得到了宝藏，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遵命。我想当年叶孤城的白云山庄被烧之前，邱鼎峰就偷出了那份地图，还有宫素素给我讲的那个故事也不全是编的，只是故事中的那个王爷南莽在抄家之前就让他带着地图假意折贬他出府，这样才让他免遭杀身之祸。我明明看见西门吹雪他已经没有了呼吸，
西门吹雪从柳成风喉咙里长出的地图本来就是他带去的，在他的羊皮手环里。至于西门吹雪的假死吗？我数年前曾经跟一个东瀛人学习忍术，运用这种功夫，一个活人可以看上去和死人一模一样。西门吹雪不但是当今武林中剑法最快的一个，而且他又有十足的把握，让宫素素的剑正好刺中他身上带的那个血包。实在没有想到西门吹雪还有这样的功夫。等到你们出发的时候，我就悄悄跟在你们后面，想要阻止你们拿到宝藏。我也没有想到要打开宝库的门还需要钥匙，可当我看到那个如同白云一样图案的时候，西门吹雪才发现叶孤城送他的那把剑剑柄上有同样的图案。我推断叶孤城的剑就是宝库的钥匙。西门吹雪爱剑如命，对这把剑上的每一个细节都清清楚楚。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叶孤城要把这把剑送给西门吹雪了。如果我战败，请收下我的剑。你放心。叶孤城就是为了防止宝藏落入你们这帮奸贼宵小之辈手中，所以才把剑送给了西门吹雪。精彩啊，陆小凤，实在是精彩。我们周密筹划了数年，而你在黄石镇仅仅几天便看得清清楚楚。多谢夸奖，邱掌门，这次实在是运气太好了。但是你知道事情所有的真相又能怎么样呢？我就不信西门吹雪能同时杀死三个八山剑派的掌门，加上一个一等一的大内高手。就算加上你老婆也只有两个。哦，那你和八山剑派什么关系？邱鼎峰是我的父亲。我早该猜到的。杀！哎，陆小凤，还有多远呀？不远了，翻过这个山头就到家了。哎，你们俩听我说，那么多好宝贝，咱们三个平分吧。我没意见。我不答应，这笔财宝要上交官府。啊，这下赔了，你们把我的神损都勒瘦了，我还没收租金呢。赔了，赔了。你笑了。我又不是一个死人，当然会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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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